哋去旅行啊，远征啊，有一次日本私营都是拍 vlog， 因为今次去咗远啊，去唔系去咗远啦，同埋去咗耐，去三四日记录下，同埋影两套啊，两套有啲多。哎呀，阿蔡上镜啊！我哋去远征啊，耶！我哋去玩啊，耶！唔系到酒店啊！救命啊！好远啊！咁咧，我哋去咗其实有两个中途站噶啦，呢个第二个嚟嘅。之后咧，佢哋喺我瞓觉嘅时候咧，买咗嘢俾我饮。感谢呢一个，听讲系最新出嘅乜嘢话？布丁饮料，佢系牛奶加布丁之后咧，系可以就咁饮嘅。咁所以咧，系疯狂揈佢得噶啦。系，佢嗰度写住好似我真的覺得很 OK 的。之後這個是什麼料子呢？可以洗嗎？他洗他，不是給我，他洗他。好吃嗎？嗯，完了，他的 comment 完了。咬蛋嗎？真的嗎？不介意啊？不吃吧。好像你方太太的妝一樣。Delicious。 我不想吃這個皮。睇下啲牙，我辛苦呢个 block 好唔舒服，你一身都系。我成日觉得泡芙皮应该系脆噶。雪咗咁耐，放焗佢啦，10蚊。冇果醬，有果肉啊？点样写啊？有果肉，呢、這个都几。粒果肉咯，同埋原粒果肉同埋 cream。10蚊货仔 OK 啦，系，冇太多要求。我哋又坐車啦。聽日想翻嚟影相啦，之後頭先上赤城山嘅時候咧，其實山邊有啲位有啲平台咧都可以影相。之後咧，但呢條小路有啲近嘅神社，我驚佢唔俾影。哇，好凍啊，凍到我講唔到嘢。係咯，所以你睇下聽日點樣樣先。到咗酒店啦，啱啱見到就我哋間房啦。喂，幾多錢啊？記唔記得我哋呢度間房？65,000 yen 呢間房。所以啱啱你見到都大啦，有三張牀啦，仲有其他榻榻米位咧，其實咧夜啲就會鋪埋牀，咁樣樣就夠瞓嘅，其實夠大嘅，開心嘅。然後咧，因為真係好凍咧，我哋而家要出去食飯，就係我死啦。換完衫，而家咧就諗住
去咗瀑布睇睇先，因為佢車程近啲半個鐘，但我哋坐翻上城山咧要兩個鐘，所以咧去咗瀑布睇下先啦。如果影到就喺嗰度影咗先啦，之後再睇下，再上翻赤城山再影。第一集唔想上城山算啦，因為其實山腰琴日係10度，之後上到山頂-7度，爭咗好多。其實山腰應該都影到嘅路。是啊，我想要條橋啊，其實。好啦好啦，咁我哋所以我哋就直接上城山啦。上呢個斜坡仔啊！得唔得啊？今次得唔得？我你想幫佢嘅時候，佢就出咗去啦。當我想拍低一個咁 hero 嘅咁嘅人嘅時候，入到去就係啦，你要識㗎啦。我知啊，我知啊。